哇，这个角度好像还没试过这种仰视的角度。就是有点费脖子，我想想，但这个角度我只能在这防着，不然把我的光挡。
BGM 是 IU 的一首歌，哎呀，怎么一直在循环？换一首。怎么全损一只？因为我是在 B 站上面能弄的。是吗？年后一把呀，年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呢。长发好娘呀，我又没有短发 man 过。我今天那个 pad 上面登我的这个微博也是，就是，哎呀，完蛋了，我这个能不能定，直接比你们步骤快一点啊？但是这个已经早就知道了，这个。画面长好了，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现在自己的直播。等一下，我的那个。哦，这里跟我这里长得不一样哎。这里跟我这里长得不一样。哎呀，就是我在我这个 iPad 里边，就是跟手机里边长得不一样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哦，因为尺寸啊，因为 pad 我刚好就是，怪不得你们说我瘦呢，就我 pad 其实我的脸其实挺圆的，然后这个上面感觉就。好瘦的不一样，就像被门夹了一样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明天
要立在哪里直播？对，哎呀，这一下怎么还能拉长人的脸？这个。怎么办呢？我明天难道要？我现在离屏幕已经够近了，但是它现在又看起来很远，这样。啊，这样子，原来我一定要这么近，它才能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天呐。啊，怎么办呢？我来调整一下。看看怎么调整。这样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的就是，我要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的这边头发都露不出来，但是我的手机屏幕里会把头发截掉，然后我现在我要这样子的话，就稍微正常一点，一定要这么远。对，就是我 iPad 可能看起来很正常，然后我手机像被门夹了一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这个怎么会？仿佛开了特效一样。是吗？我刚刚看，感觉我的天呐，这怎么会？手机上还有。